这是六之一数学习作第八题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从前面看起来长这样，所以它前视图是这样。嗯，从右边看是这样，所以右视图是这样。再从上视图来看，所以它上视图是这样。还原还是一样的图形。就是把每一面的图画出来，应该会是这三种。所以呢，可以知道幸运是从上面看的，而芊芊是从前面看的。